说一个不太冷的知识，祭司钻自己的大洞没有残影，但是小女孩钻大洞会有残影。小女孩即使是附身在祭司身上，再钻大洞也是会有残影的。而屠夫不一定知道小女孩附身钻大洞会有残影这件事儿，于是我们可以放弃钻大洞，选择反钻或者是苟住，来让监管者以为我们已经钻了大洞。我反钻以后，第一时间拉去大房，尽量苟住。通过录像回放可以看出，杰克的视角里并没有我反钻的样子，只能看到记者在这晃悠，于是选择把板子踩掉。杰克这局带的传送显然针对祭司，但是小木屋并没有人，所以说在排位当中可以去猜猜监管者的想法，再进行一个反心理战术。我来看看我能不能过去接他。能，你在？那你在哪发消息？我在。我有不好的预感，我操！反转走。我们不能进那个大洞，就是这样的。你是附身我的话，你也是下来。去中场打大洞，OK。哎，抓我！他可能以为你去小木屋了，你知道中场，中场，中场。就是小女孩附身的话，钻洞也是会有残影的，但是杰克可能不知道，所以我刚选择反钻，而不是直接去钻大洞。难受了。他应该是传到小木屋去了，懂了吧？懂了。鸡贼！之前弹幕总是问我为什么不能把洞接在门上，我说了很多遍，接在门上可能会出现以下这种情况，那就是如果把洞接在门上，当你点开门的一瞬间，你会自动被洞给吸过去，如果屠夫正好在洞的另一端，就会直接把你打死。你还好没有接正中央。我跟你说，可能试跑了。你真该死啊，律师！真该死啊！我看你那视频说不能接那个我跟你楼上，说，你被我跟你说，吸回去的。我刚刚被吸过去一瞬间，你也吸在我脸上。有我你的天了。天如一般的嘴角。没关系，鸟汤没有。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哎，啊，哎，你，哎，哎，这个，这个，啊，你看见什么了？你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什么了？你看见什么了？你什么都没有看见。我以为你打到他椅子上了，然后回头一看，我靠！快跑啊！